场实战背景下的实弹发射大考已经拉开战幕。那现在呢，学员已经就位，那在我身后呢，导弹已经起束完毕，进入到了待发射的状态。进来了，掩护，掩护，站好，掩护，掩护。好，现在导弹已经发射成功。导弹腾空而起，刺破苍穹，直奔目标。那在发射现场呢，我能够感受到大地的震颤，仿佛空气要被撕裂。学员们在战略上庆祝八一建军节，为自己的节日送上了一份最珍贵的礼物，向四年军校生涯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。